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养护师护栏常出现的问题有：只长叶不开花，容易黄叶烂叶烂根死根。养师护栏要学很多知识，比如盆土植料的搭配、浇水方式、营养管理、环境管理、花期管理、谢花覆状繁殖壮苗等。关于蝴蝶兰的簇花是一个很难的话题，在环境适宜的地方随便养都会开花。对于石斛兰的催花，我们常用的就是遮光、温差和磷酸二氢钾了。而浇灌磷酸二氢钾可以促进花苞饱满度，利于初见开花。同时小编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规律，每次在给石斛兰浇灌磷酸二氢钾以后，都会发现冒出很多根芽，因为冒出来的根芽比花芽多，所以都说磷酸二氢钾可以促进花芽分化。这个说法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，因为磷酸二氢钾的主要元素是磷和钾，磷是磷酸核的主要元素，也就是和 DNA 有关系，开花结果就是和 DNA 有关，所以浇灌和喷雾磷酸二氢钾是可以促进花芽分化，从而顺利开花，而且提高石斛兰的开花质量。这也是我们一直建议喷雾和浇灌磷酸二氢钾来促花的原因。除了磷以外，还有就是钾元素。钾是品质元素，种果树在果期喷雾钾肥可以提高果实的甜度，钾肥还可以提高植物的抗逆性。所谓的抗逆性就是抗寒等逆境条件而不那么脆弱。还有就是钾可以促进生根，这也是使用草木灰可以促进生根的原因。所以想让石斛兰多开花多长根，可以试试磷酸二氢钾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，可以订阅关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